赛道狂人呢，在电影里面呢，麦克戴蒙跟克斯汀贝尔两个尬戏尬得非常的漂亮。那这个电影名字是福特对应上法拉利，麦特大人跟克斯汀贝尔。这边这是克斯汀贝尔，这是麦特戴蒙。这24小时的，我们车身更轻，速度更快。就是很难想象，他13岁的时候演出《太阳帝国》那个孤儿，在日本战俘营里面，后来就演了多黑道的角色啦、叛逆的电影啊。那这部电影里面，他讲了一段名言，他讲名言说，人的一生呢，工作跟乐趣、兴趣可以结合一是最好的。那他就在讲他工作跟这结为一，那两个像兄弟、像朋友，像《论语》说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。那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，学问是学而时习之，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要下功夫去求知，多闻而知之，多见而视之。